卢纳雷克可能十月一号吧，如果说理想情况的话，啊，为什么不发视频？是蓝队对文案不满意吗？能续航能跟 M 3比吗？爱牛，这他英特尔还能对文案不满意？他妈的，这个我告诉你，这东西是相当好的一个东西，他没有，他不可能写出来任何东西，他不可能有意见的，好吗？就我能想到的这个叫什么来着，就是最大的问题，就对我们来说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来不及啊。这个最大的问题就是来不及。现在这个视频机器有首先第一个开测就很慢，第二个是测到一半出很多 bug， 其实主要是 OEM 的 bug， 跟英特尔倒是没什么关系。然后这个 bug 修要修半天，搞半天，完了测试的过程，因为我们这一次测试还走了很多弯路啊，就是测错了很多东西，然后走了很多弯路啊，这个直接拜拜，天姐拜拜。然后反正这个结果就是很糟糕啊，就记了。